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部天龙的 AVM， 也是我人生试过最短时间要试一部 AVM， 不过没有难到我，因为事实上我对天龙的 AVM 的确是由外至内再到外都很熟的。没错啦，讲了这么多前言，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刚刚到港的 AVC X6500H， 是一部$20左右 Made in Japan 的 AVM。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郭仁，欢迎来到 FIFA3.com。 6500呢是一部在天龙里面呢我们叫做阿尔啦，因为老顶那部旗舰呢就是 AVC X850H， 也都是我现在买了自己用的那部啦。它是一部 Made in Japan 的 AVM 来的。如果现在你要买日系的 AVM， 基本上只是得返天龙和 Marantz，因为他们都是同一间厂啦，咁他们是日本同埋中友厂嘅，咁咧贵价嘅型号咧仲会 keep 翻日本制造。我咁讲叫次旗舰啦，其实佢排第二啦，承袭翻好多8500嘅规格同埋技术嘅。我用嗰部8500系有13 channel 嘅 power amp， 而家呢部6500咧就系有11 channel 嘅 power amp， 即系话你可以砌一个 7.1.4， 系唔需要加任何口级就已经可以一部机嘅位一条电源线搞掂晒咁多个 channel 啦。天龙嘅 AVM 咧，其实喺咁多年以嚟啊，佢系有分两个系列嘅，第一个系列就系 AVC， 第二个系列就系 AVR。咁有 receiver 咧，又即係表示佢入面有收音機嚇。咁但係去到佢哋覺得呢部機真係要做得靚，佢哋個水準要求嗰啲，你知日本仔好，總之好堅持啦，好堅持佢哋嘅堅持啦。咁所以佢哋覺得貴價嘅機咧係一定唔會有收音機嘅，飛咗收音機就咁，然後就開另一條 line， 個型號嘅名字就叫 AVC。All right, look, I'm gonna open the parado. How's that?有趣的就是咧，喺早幾年，唔知點解天龍係冇咗 AVC 嗰個型號嘅。咁啊，就算係我之前買嗰部7200咧，都係旗艦嚟啦，佢都係寫 AVR 嘅，佢都有心機嘅。咁直至到舊年開始，天龍咧終於係出翻或者肯出翻啊 AVC 嘅機。喺8500嗰兩條片咧，我都有同大家講噶啦，就好清楚噶啦，推力、聲音嘅質素都係比起7200高一截嘅。咁跟住我就可以更加肯定就一樣嘢，就係 AVC 嘅機咧係真係有翻咁上下嘅。所以呢部 AVC X6500H 咧，我自己覺得佢都係屬於廠方好有型、好認真去製作嘅一個 model 啊。因為打落咧再冇 AVC 啦，轉翻 AVR 啦；打落咧再冇 Made in Japan 啦，轉翻做唔知邊度啦。好多基本嘅功能嗰啲嘢咧，其實同8500一樣嘅。咁我呢度唔特別講啦。所有環繞格式啦、杜比 Atmos 啊、DTSX 啊、Auto 3D 啊，全部已經係內置咗，唔需要另外俾錢買噶啦。要留意咧，就係呢一部機咧，亦都係支援 IMAX DTS 或者我哋叫 IMAX Enhance 啦。咁但係而家部機係未用到住嘅，稍後咧就會有免費嘅 firmware update 咗之後咧，就會有呢個功能噶啦。好，咁啊，8個 HDMI 輸入，3個輸出嚇。咁啊，今次仲多咗一樣嘢，就係有個 Amazon 嘅 Alexa 嘅聲控功能啊。我讲得太多嘢啦，系时候咧就擦一擦箱睇睇入边先。Okay, maybe some of the evidence survived. Hey, 大家见到啦，又系一个天龙嘅 AVM 盒，又系时候开箱。不厌其烦再提一次啦，唔好唔见啦，唔见咗二手嘅话收少起码8嚿水啊！哇，嗱呢部香槟金 Hidden Manual 可以将个扳机嘅左杠由呢、這个白暗转嘅，咁啊都系揿喺面板度揿 Source Status 同埋 Info 三个掣一齐揿，得啦。咁啊见到有 Video 方面啦，咁啊转翻 N 线啦。4K standard 啦，啊呢啲冇乜特別啦。好啦，呢度啦就係4音啦，8音啦，佢係校嘅。咁你見到有啲咩咧？就係啦，冇錯。不過留意咧，轉咗4音嘅話咧 ，Eco Mode 咧就冇咗功能嘅咯，即係佢唔可以 Eco Mode， 因為佢用多啲電啊嘛。咁但係老虎蟹要佢好力啲，即係梗係4音啦。前面冇咩好講，睇下後邊啦。基本上下邊咧就係全部都係駁喇叭嘅 Bin Post 位，
呢边咧就 IC 电插啦，话 Made in Japan nice。有样嘢咧就比较重要嘅就个 PO 啦，究竟佢有边几组 PO 咧？有时你知啦，可以播后级啊，咁样都几重要噶嘛。PO 就系有7.2.4 PO。嗱呢一部机咧，由于个 channel 咧就冇咁多，咁所以咧佢系比起850咧最大嘅分别就系冇咁高，同埋冇咁深啊。差都差得幾遠㗎，咁所以有啲嘢你擺放起上嚟嗰陣時咧，如果佢冇咁深咧，係真係易擺啲。所以知道你要知部機有幾深一件事啊，後邊仲要走線㗎嘛，係咪？入邊咧就係呢度咧，你會見到有一隻超級無敵巨型嘅天龍，analog 嘅方牛。不過咧，入邊嘅 layout 嘅空間有限咧，佢就係擺咗喺機嘅左邊嘅，就唔係好似850擺中間嚇。1、2、3、4、5、6、7、8、9、10、11power amp 齊齊齊咁擺曬喺度啦。咁亦都見到咧係天龍自己嘅功率管嚇 DHCTA3 呢一種咧係大電流功率管嚟嘅，四粒 analog device 嘅 DSP。咁當然啦，天龍咧同呢個 analog device 咧不嬲都係關係良好啊。即除了可以自己插咪用翻 on screen display 去 set 之外咧，你亦都可以用 Audus 嘅 app 嚟到去set up 呢部機嘅。好啦，咁啊計曬啲位之後咧，嗱 minimum 係要三個位噶，咁啊三個位佢先可以俾你計數啊。咁如果最理想，當然有時間啊整曬八個位啦。有時可以開大聲，有時可以開細聲嘅話咧，其實係值得開呢個 dynamic EQ 同埋 dynamic volume 嘅。咁但係我就一般睇得戲咧，我都會開得比較大聲啲，所以我就唔會開嘅。Speaker result 就係咁樣啦。嗱 distance level 哇，咁都大致上都正正常常啦，係咪啊 ？Before after OK AFR center 呢度其實睇落啲修正啊，唔係好多啫喎。Total 咁多個 channel 睇曬，有呢圖 cap 下咧都幾好睇嘅。High frequency roll off 一 roll off 二，咁啊一咧就係保留多啲高音，咁我就會保留多啲高音嘅。另外仲有一個 mid range compensation 咧，係絕對值得用同埋有需要噶。個音色啊、人聲啊、所有嘢個質感都強啲嘅，中音靚少少。Curve editor 喂，俾你自己搞喎，我唔搞啦。Send to 呢個 AV receiver 啦，喂，梗係呢部啦。Yes send 個 app。就用緊你手機，我而家用緊手機啦，就係或者係用 tablet 嘅 hardware， 你到去做分析研究，咁個速度就真係快過你就咁用部 AVM 內置嘅 DSP 去做啊。所以有時咧，即系 DSP 咧個效能真係唔夠 CPU 嚟嘅，不過 DSP 要穩定好多，咁而 CPU 咧就相對上就有少少唔穩定啦。哇，搞掂啦，掂！今次繼續用32bit 嘅 AKM AK4458VM， 繼續同 AKM 合作啦。用咗 AKM 之後咧，其實天龍嘅 AVM 由早年用 Burban 到旗艦機先有嗰種密度同質感，去到今代咧，去到呢個幾代用 AKM 之後咧，就係、是、全線一齊提升咗音樂感同音效。未有新嘅 IMS Enhance 玩啦，咁我用翻標準嘅嘢先啦。咁我播翻 7.1.4， 最重要就係想同大家講，究竟佢係同65同8500係爭幾遠？搭配嘅泥喇叭就當然係繼續全套 Pulsera 瑞典 Pulsera 嘅喇叭啦。咁啊，前三隻 P6 啊，超低音就 P15A Surround。同埋All3D 上層嘅四隻冚唪唥都用 P5 嘅，好辛苦先至可以砌到一套 Surround 係真真正正所有喇叭都係一個牌子，好難噶。但係咧又好老實講，你聽 Surround 你都係聽一個聲，盡可能都係一個牌子係最好嘅，盡可能啦，我知道實際上好難嘅。首先個聲音咧係就係你聽翻啲大起大落啊，所有嘢都係好率直、好直接嘅。例如我特登試翻嚟最近我成日睇嘅 Ready Player One 啊，又或者係我經常睇翻嘅一啲某啲舊戲啊，好熟個聲音效果啦。如果要量化佢咧，其實佢整體嘅聲音
嗰個 process 嘅能力咧，同埋細節嘅處理咧，其實佢係同850應該係一樣嘅。就算有唔同，我都聽唔出啦。好老實講，6500同8500最大嘅分別咧係份 M。呢、這個我反而可以講得到幾清楚。8500個 M 咧，其實真係遇得幾鬆下嘅。動態咧其實都好差唔多，不過因為850份 M 勁啲咧，去到某個極端位嗰陣時，850都仲係有個 headroom 俾個聲音，但係6500咧就你聽到佢去到好盡下噶啦。如果你真係有 budget 嘅話咧，咁我諗8500應該都冇得輸噶啦，基本上。如果你第一你對產地來源有情意結有要求嘅，第二你希望份 M 係夠力嘅，第三你擺機個位咧就唔係真係好大，第四你唔想買一部 M 有好多 channel， 但你又用唔到嘅，第五 spec 一定要齊嚇，最新嗰啲咩杜比 vision 啊乜乜物物啊，所有噏得出嗰啲格式全部都要有齊，應該咧 AVC。X6500H 咧就啱你啦。如果睇 spec 咧，就真系得好少分別嘅啫。咁啊，聽聲咧就聽到嘅分別，好多 detail 上啊、布陣上啊、用料啊、鋪排等等嘅嘢咧，都會喺個聲音上面表現嗰度表現翻出嚟。但喺個 spec 表度就表現唔到出嚟啊。咁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天龍最新推出嘅日本製造 AVC 高階系列嘅 AVC X6500H 嘅 AVM 介紹到呢度為止。中意我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 我啦，未訂閱我 channel 嘅記得訂閱，訂閱咗之後記得撳住 channel 嘅鈴鐺，就有新片出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最後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咧早排同阿威廉 Sir 咧就傾一傾，又諗到個新意思啦，其實都唔係好新嘅啫，就係、是、想揾你哋幫手啦。咁啊，我同阿威廉 Sir 咧就想揾兩位用家，咁啊天龍嘅用家，咁啊一位咧就係用8500嘅，另外一位就係用6500嘅。而同一時間，我希望佢哋咧喺之前係喺佢人生玩機嘅歷史裏面咧，係玩過試打一部，即係唔係而家嗰部啊，另玩多一部就係 AVC 嘅天龍 AVM。上嚟屋企做家訪，我好耐冇做家訪啦，真係，我諗我放低咗差唔多有成3-4年啦，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咁你都要上镜嘅，呢、這个要留意啦，因为有啲朋友系唔想上镜。咁第二咧就系、是、我哋会上嚟屋企度，咁啊一齐去听下呢套机。咁然后咧就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哋都会俾唔同嘅意见你。咁啊俾你考虑下，睇下可以点样令到你嗰套系统咧就有多啲唔同嘅人嘅意见咧，就会玩得更加靓声。有兴趣俾我哋上嚟探下你嘅朋友咧，咁你喺个喺条片嘅说明栏里面咧，我会有一个 form 嘅 Google form 嘅，咁入边咧就会有你填一填。有同事咧就会喺稍后嘅时间，可能系大概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咧，就会联络你哋噶啦。好耐冇做家访，希望做翻家访系会令到你开心，又会令到我自己开心。有机会我同大家讲讲点解会唔家访，我亦都希望家访嘅片咧系会令到大家觉得好好睇，咁就我就开心噶啦。OK， 好，讲得太多啦，系咁啦，拜拜。